这架飞机马上就要降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了，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杭州萧山国际机场。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代号是 HGH。 看机场的话最好是看这个卫星地图，因为这个卫星地图可以看到这跑道的编号，像这个是06跑道，然后这边的话有07跑道。现在杭州有个钱塘区了，前几个月我才知道这个方向，飞机它是怎么降落的。目前它是由西南往东北方向降落，也就是从这个，比如这架飞机，沈阳桃仙到杭州萧山的，马上就要降落了，19:26就要降落了，马上就要降落了。马上就要降落这个06跑道，06。飞机编号是 B6308，马上到这06这里了，再过几秒就要降落了。